听说最近有不好的传言。什么传言？就是，主要是我还没恢复女儿身，我今天走在府中的时候，觉得大家看我都怪怪的。哎呦，我就偷听他们说话，我听见他们说，姐说你不好女色，好我，你笑什么呀？若我不知道你是女儿身，听到此类传言，我也会生气的。但是现在，我会让你在府内恢复女儿身的，到时候传言就不攻自破了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好了，我说过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一切都由我扛着，只要你永远跟我在一起，不离开我就好了。沈安怀，以后我跟田七在里面，外面没有侍卫守着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先喊一声，不要贸然进来。